是不是今晚要和佐律师一起参加灵犀腕表的商务酒会啊？拜托了，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愿望。如果你方便的话，拜托你一定要帮我。今晚那个酒会，我爱豆作为灵犀腕表的品牌代言人也会参加的。 你要是能和他搭上话的话，能不能帮我要个签名？哎，我不是让你死缠烂打，只是假如有机会的话，你就试试看嘛。 真的要带他一起出席酒会？没错，怎么了？这次酒会邀请的可不只是企业人士，还有明星。我记得有个叫高胜寒的，是灵犀腕表的代言人，也会参加。你还关注娱乐新闻？当然没有。 只不过他最近演了一部热播剧，好像是讲办公室恋情的。结果咱们办公室里的小姑娘们好多都迷上了，天天都在念叨他，我才记住了。我听说那个高胜寒现在可是被称作最想拥有的办公室前辈哦。 你就不怕他？我不认为他会被那种电视剧人设吸引。而且，电视剧是电视剧，生活是生活。感情的建立，需要有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你那叫日久生情，别忘了还有一词叫一见钟情。 有件事要提醒你，酒会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劝酒的话，你不用回应，直接来找我。
我不需要靠拼酒拉暗源，特弥斯也不需要。你只要和平常一样，做你自己就好。你是我选的搭档，你的专业性足以说服任何人。相信自己，也相信我。怎么？有认识的人？你很在意他。啊，你好。当然，你之前不是为合印集团的陆景和先生做过辩护吗？我看到了相关新闻，还看了你辩护时的庭审录像，非常精彩。这个呀，其实我是这段时间才开始刻意关注的。现在这部剧的爆火是导演和角色人设的功劳，我的演技其实并不好，流量只是一时，我不是科班演员出身，专业方面有很多不足，所以更得提前先学一些。
律师小姐，不知道能否麻烦你和我说说庭审时的辩论技巧呢？是铁证如山，或者是空口无凭的案子呢？检方认为，被告人肖克的行为符合脱逃罪的构成要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逃狱一事，从表面看，确实符合脱逃罪。不过，我想请问检方，脱逃罪所侵犯的法益是什么？脱逃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司法的正常秩序。没错，但被告人此前的逃狱所侵犯的并非是司法的正常秩序，而是一个错误的秩序。20年前故意杀人罪的判决，从根本上就是一场误判。辩护人，我提醒你，当年的证据链十分完备，证据和证人证词。问题就是证人。案发时间2月18日晚上10点，证人表示自己在桥头西边看到被告肖克将受害人从大桥东侧推下杀害。他再三强调，因为当晚月光很亮，所以看得十分清楚。但2月18日是初五，月光不可能很亮。其次，初五的月亮位于夜空西方，月光自西向东照射。如果被告从大桥东侧将受害人推下，他的脸上不可能被月光照到。试问，当年的证人是如何在相距20米的桥头，在那种光线下看清被告的脸呢？好厉害，这样就完全推翻了当年的证人证言。但即使是误判，想翻案的话也很难吧。我虽然不太懂法律，但人都是很难承认自己错误的呀。当年控方提出的证据链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被告人肖克的故意杀人罪根本不能成立，他的入狱是刑罚判罚错误。即使判罚错误，何来逃脱罪责？所以被告人的逃狱不应是脱逃罪。刑法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同样在于保障人权。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对检察官保护公民。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正义，那结果正义将成为无源之水。最终，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在此，辩护人恳请法院秉持实事求是精神，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啊，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之前看你的庭审录像就觉得哪里似曾相识。刚刚听你说到左律师，你和左律师的庭辩风格很像啊。不，很接近，你们的风格真的很像。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情绪控制，还有释迦隐真的语言技巧。哦，对了，我才想起来，你是左律师的搭档吧？我之前听人提起过，你们真的很契合啊。你太客气了，是我该感谢你，和你的交谈让我受益匪浅。而且我也没想到，你的同事会在我刚出道还是个小透明的时候就开始支持我了。哦，对了，除了签名照，我来帮他录段视频吧，你可以帮我录一下吗？哦，律师小姐，其实我最近正在组建个人工作室，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做我工作室的法律顾问？麻烦你了。那么为了庆祝我们未来的合作以及对你的帮助表达感谢，我敬你一杯吧。有件事要提醒你，酒会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人劝酒的话你不用回应，直接来找我。
律师小姐。律师小姐，高盛涵。哦，您就是左然律师啊，久仰久仰，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哦，高先生美意，只是我的搭档不会喝酒，只有我带领吧。你想接他的委托？抱歉，我休息一下。这件事明天再谈吧。
睡。解开。你不许走。为什么？我说过有事直接来找我，为什么要和他？高盛寒。
很亲切。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才第一次见他。相信别人吗？这算什么理由？他那么会演戏，你就不怕他是在骗你吗？你信他，都不肯信我。
走，你别走。你别走，好不好？对不起，吓到你了吧？都是我不好，对不起。你不要走。不要去，不要去他那里。你那么优秀，不只是我，明眼人都能看得到。我不是一个好脾气的搭档，可能工作中经常会让你感到压力，但我……一直做我的搭档好吗？不要离开。不好，你会不见的。你会不见的。不走的，我很无聊吧？明星很会说话吧？和他在一起更开心。是不是？你笑了，你对他笑了好几次。不用掩饰，不用安慰我，
我？说我？说我什么？这样不冷了吧？说了，不过对你也要说嘛。哎，等等，你的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昨天的酒会不是很早就结束了吗？我记得你给我发视频的时候才9点左右。是之后遇到了什么事吗？还是你喝多了没有睡好？等下来我办公室一趟。
你对他笑了好几次。我说我说我什么？昨天你说高盛涵想和我们律所合作，委托我们做他工作室的法律顾问。这件事，等和对方确定好聘用顾问协议的细节，就可以走合同流程了。创业公司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劳资方面的法律服务会是个非常系统的工程。法律风险防范、商业合同模板、劳资架构等等，这些你全都要仔细制定。有什么问题？为初创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对你是一项不错的挑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尽管来问我。哦，另外，娱乐圈乱七八糟的新闻太多，你一个人和对方约谈，可能会惹上不负责的报道。如果要和对方见面，一定叫上我和你一起去。抱歉，我现在不知该怎么还给你。是我，刚刚给你发的邮件看到了吗？周六晚上8点，未名氏葡萄酒协会的商务酒会，我们要一起出席。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吗？没错，酒会里有个环节是葡萄酒品鉴，不过并不强制要求来宾参加。你想参加这个环节？打算学学葡萄酒品鉴？这样，
啊，不会，时间上没有问题，参加这个环节不影响工作。我只是有些担心，葡萄酒的度数虽然不高，但你酒量很好。你呀，就算自己酒量好，也不能这么掉以轻心。啊，并不是叫你不要去，我是想说，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我的酒量？啊，我确实不太擅长喝酒，因为很少喝。一是很少去必须喝酒的应酬，二是不常有适合小酌的情景，最多就是节假日陪陪长辈了。酒会的品鉴活动我也不打算喝酒，就陪你听听葡萄酒知识吧。陪你不会无聊的，到时候我去接你，周末见。